爷，我爸我妈走。谢谢。哎，早。哎哎，来来来，嚯，够丰盛的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跟欧家谈那个定亲的事儿谈的怎么样了？顺利不顺利呀？定下日子来了吗？哎，爸，您就别提了。你说这个欧瑞一直不都好好的吗？可是，一说订婚期，像杀了他似的，连他爸妈当年那些见不得人的情感史都说出来了，弄得饭桌上那叫一个尴尬。我没听见。哦，就是谈崩了，崩了啊！哎，怎么会崩了呢？对于咱们家来说，有什么崩不崩的？我们东东这么优秀，上哪儿不是女孩子上赶着追求的呀？我还是没听见，你能不能说的大点声啊？啊，你不知道咱爸耳朵背啊？你这嘚啵嘚啵嘚啵嘚，那听不见。就是你老这么嘚啵嘚嘚啵嘚，我根本听不见。爸，我是说东东没看上人家。哎呀，东东，这得怨你了，你眼光高，看不上人家。等等，跟爷爷说说，你到时候喜欢什么样？想知道吗？我就不告诉你。妈，东东的事儿让他自己做主，咱做老人的就不管他们了，爸随他们便啊。亲爱的爷爷，您啊把心搁肚子里，您大孙子我优秀着呢，不怕找不着女朋友。回头啊，我一定找一这世界上最优秀的女孩子带回家来，做您的孙媳妇，让您瞧瞧，行吗？你看看，他这一大声，我就听清楚了。你知道谁回来了吗？谁回来了，爷？当然是我啦！别进来。惊喜吗？哇，亮瞎了我的眼啊！我们家千金大宝贝回来了。不是，你不是应该在日本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晚上呀，我回来的时候你都睡了，所以我就只好等到今天早上再闪亮登场喽。好了好了，快坐吧。你不是都想咱们家的早饭了吗？哎，我可惨了，整个东京只有一家味道还算可以的中餐馆，都快被我吃烂了。是吗？那也没觉得你瘦啊。讨厌。听说你和欧瑞姐的婚事黄了？讨厌，哪回不开庭哪回，那叫黄吗？在我的字典里，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开始过。OK， 没关系，爸妈爷爷，我哥和欧瑞姐的婚事黄了不要紧，可是还有我和欧阳的婚事呀，只要咱们两家联姻不就好了？你们放心，我嫁给欧阳完全没有意见，你们也没意见吧？没听见？那就当你没意见了。哥，他们都没意见。从今天开始，欧阳就正式成为我的未婚夫了。我们两家联姻的光荣使命就放心的交给我吧。我们家微微啊，没别的优点，生来自信。哎呀，这下欧阳的好日子要来了。那当然。